刚起床，没错，没错，刚起床，我头发好白，什么意思？现在要来悠闲的化妆，先聊天看探集，耶，探集小帮手。这不化妆，可能有几次会先有个开始啊，然后我只要上眼妆就好了。探集不用上妆，他天生丽质。探集露背就。天生就有小脸妆的，可爱。哎呦，早安晴空。阿三看起来肤质也不错，阿三皮肤挺好的。要偷跑，我那偷跑，我还迟到哎，我还迟到大概9分钟、10分钟。嗨，小美酱，嗨，古早味。谢谢你。刚睡醒，对啊，还要好重的鼻音。现在应该算早上对吧？10点是早上。汉
面积都在给你们看屁屁，猫普的人该学一下吧？不对吧？谢晴湖，谢大健，谢无辜，迟到十分钟，差不多。谢我机会啊！你们都在上班了吗？上次跟上那次准时开饭，我吓到。阿杰开播时间到，你都先去泡泡面再回来。哎，差不多哦，笑死。好早好早，冷冻可以搞搞搞，什么意思？每天都薪水小偷，你妈有心疼吗？没有钱钱去嘉义了，嘉义跨年超开心的，真的超开心的。每天上班看成员直播，所以是心血小偷，蛮幸福的。那你要去吗？要来吧。一家妈妈该办桌请全部成员吧，好为难人家哦。嘉义车票跟住宿订好了，哇塞，你是行动派，人爆多你好懒。可是我觉得那个跨年很棒哎，不觉得感觉是很有，是一个好的开始吗？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感觉，你确定不来吗？嘉义离你又好远，你高雄都去了，你嘉义在嫌远。很久没参加现场跨年活动了，我也是，呵呵，我真是第二次跨年嘛，又是在台上。其实我小时候好像有一次是跟家里，但是可是那时候真的超小，那时候还可以，就是小知道还可以坐在爸爸肩膀上那一种。那可能是我第一次吧，然后就再也没有。然后第二次就是那个去宜兰参跨年，
你的脖子上带着女友的刀子去嘉义。哦，好笑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人法不说还以为是特效，要说我哎呦喂啊我是对啊，我染蓝发。你以为你明天休两天出国，结果你突然有二月底的机票，为什么那么好？怎么在想？这没有，没人发现，完全没人发现。不是，也不是没人发现啦，成员就是一看就有发现了，但是拍起来好像就是没有到非常明显。谢谢幽灵兔，我是染枕头吗？我不算是染枕头，但是有些有几撮头发是有挑到最上面的。我上面我应该我算是染渐层，上面是比较黑的。然后下面就比较难。
经老到有白发染黑啊，我没有染黑啊。我之前就没有染过啊，而且以前我家的光是黄光，所以才看起来黄黄的。就是我不是染咖啡色，我是染蓝色哎、欸。原来朱咪，朱咪是谁？哪只咪哦？朱咪是吗？是哪只咪吗？蓝发说，他说什么？请拦截你个，要拦就拦蓝色风铃草魂，原来是风铃草魂，怎么不染出来紫色？我本来想染灰紫色，但是最后决定蓝色，我也不知道。想说好像比较没有人染蓝色，怕变灰指甲，灰指甲有什么关系？你说灰紫色吗？灰紫色比较，因为它比较淡，所以很容易褪掉。我不是很想要。感觉很难过。好像曾经哦，对，本来有第一次染发吗？是什么原因想染？我第一次，哎，我不是第一次，我第一次是国中的时候。可是我进来团体之后，进 TP 之后是第一次染，就想染染看。我本来还想说，公司搞不好也不一定会过我的那个提议。就过了，过了之后我还想说，我真的要染吗？确定吗？超怕不好看的。玉云染了后面就是褪色挺明显。太深了都看不出来，没有啦。我觉得现场会比较明显一点，但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染很浅，我一直都对啊，我前面都是黑头发、啊。周末的时候皮对啊，同人展。来看我的染发吧，我的眉毛画得好丑哦！天哪，什么鬼啊？等一下，不太对劲。
还没睡醒，陪猫好不好？早安。现场比较明显，就是暗示握手的感情，握手会满了，没得填了，除非有加布。跨年的时候应该就会洗的比较浅一点。你可以省钱，七单再见，七单再见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你没有填到是不是？我应该会再加布吧？没有道理，我不加布吧？没有道理吧？没钱见吗？幽灵图，大家有没有填到？我不是有发现实动态，周日该去一下，是周六啦，我是周六的活动哦，我这礼拜是周六哦，不是周日哦，不要记错哦。人家说不定是想看动漫展的妹子啊，六日都有啊。周六什么活动？同人展的表演。日日十二月生日会跟虾皮活动。是啊。化妆化好久了。同人展，同人展，动漫的活动，探洁变一坨，缩起来睡觉。周六麻烦 morning call， 麻烦一下哈，谁认识一下，谁帮忙一下阿凯。天哪，我的鼻音！哪次没有画很久？我没有画超过30分吧，30分钟吧。应该三种，不是三闯，是那个世贸。谢老鱼，
我可以帮你导航吗？你确定吗？我跟着我经纪人走，我要怎么帮你导航？你跟我的共同语言刚才吧？什么？哦，游泳吗？笑死！好像官方都没写是吗？因为官方有些 TP 电台节目有，哦，没写。碳结变成一颗球，碳结收起来。为什么躲起来化妆？以前都愿意给看的说，有吗？我现在干嘛？好幽怨 life， 难得有参加活动，好难得吗？看你地板平常在清洁吗？看我在地板是要拖鞋室内空间吗？常常扫地啊，家里不喜我不喜欢穿拖鞋，就赤脚走。漫展感觉人超多，应该感觉会蛮多人的。阿姐活动名就不少，我觉得我不多也不少啦。一个月只能公演这一次，有吗？看姐去滚地板，顺便帮忙粘灰尘。他没有粘灰尘的功能。
展，所以该穿少女咖啡枪服装出场吧。没有办法吧。这个黄光好难化妆哦！天哪，不是这个黄光，好难化妆。今天化妆化的比较久，我就说我今天化的比较久啊。找不到活动消息，你去看一下阿潘的现实动态。今年北中南都有活动，东部是有活动，告诉我。我也想知道，我们什么时候会有东部的活动？花莲跨年，开始吧！真的，黄光不好化妆。日光跟白光比较好化妆。宜兰跨年是东埔哦，哦，哦，那是好。疫情拍下，阿姐就超认真发 Believer 影片，没有一直要认真。平常怎么画？平常都在卧室里面画，卧室里面是白光。不知道有人自己觉得它到底是北部还是东部？不知道呢。跨年可以再加一场，我没想啊，但是没有这个需求。你那边来台东挑海南看，邀请市场都加油，是什么？是我们要多加油，不是市场要多加油吧？南北各有一场，也是凑得出的，一场开场，一场倒数，赶场最强，哈哈，没需求，听得很太感伤。我们要加油，可是真的，今年有跨年真的很开心。真的，我们期盼了那么久，从上次的宜兰之后，我们真的大概十月就在想说，今年可以有跨年了吧？今年可以有了吧 ？Rumor 可以吧 ？Rumor。还好是有的，看集最好熟，对啊，还要跟你说你路上什么？哦，好哦。你们很想看，我们也想跳啊！
可能之前我们校选拔，所以市长就不想讲了。哇，真感动。谢谢积分。派个小蜜蜂去选市长，每年都拿到奖，好像不错。谁那么厉害？记得帮我宣传一下，谢谢。好努力爸爸去选好了好好还在把上哪用耶、欸真的画很久呢，画很久哎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探吉吉都睡着了，好不好？谢谢思琪。哎，我今天到11点了耶，笑死！等一下，我还在化妆，我大概开到10分了，还是会开一个小时。快没截图可以发早安废文了，现在我的喉咙。
今天也记不好了，今天也好好好。看不出来是蓝色的，哪有看不出来？少年白，啥啥啥啥啥跨年，而且还能不能顺利找到你？谁知道？找到你的话，你可能会哭爆，有点难，人那么多，人挤人。嘉义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怎么会问我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我会看到十分。炭鸡有什么好吃的吗？炭鸡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吃过。但是看起来蛮好吃露脸直播十五分钟，今天话太久了，好好笑。不知道我们有时间去嘉义玩吗？如果是晚上想要看点现场就可惜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哦。你上次去嘉义吃了当地的麦当劳，好吃吗？那天太久了，看哭了。早安，茶茶，现在这样真的好看。你是说头发吗？其实我也蛮喜欢的，我一开始真的很害怕不好看，然后我跟他们讲，跟他们三个讲，然后就是我们都很怕不好看，因为我其实就真的没有染过头发，对。好饿哦，啊，加点面包等一下吃。什么风把我吹去染？一个觉得好像可以染染看的风。就觉得好像
像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很多人都染过了。把店家评分洗掉一星，好可怕！我今天看一小，阿罗一小，我11.5分练排没5分。他出第一部，下次可能会看到粉红头、粉红不太可能。考虑有把探探变蓝色吗？把探探变蓝色，我是什么超级失败的主人？探集开小，探集开50分钟差不多。蓝色，哇塞，有蓝色，人家好好的干嘛蓝啊塞？是我为蛋鸡，找一只白色的猫。洗完后变成怎样？是我头发吗？我已经洗2次了。谢谢米酒。会染荧光绿，我再怎么样都不会染荧光绿吧。谢谢汉汉。汉吉跟猫顶，我真的有点想，人家还在睡觉吧。还是有点不习惯挑染剂，没关系，你第一次看到咳咳。你想跟我要个生日祝福？你星期天生日，你星期天生日，我礼拜五会开，你要不要礼拜五再跟我要？开始要护发，有买补色洗发精吗？其实一直都有在护发、啊，常常。就是之前洗头发都会用，反正就是会护啊。然后我没有用补色，不是会卡色，我只用角色而已。谢阿凯来，搞不好人家周五不能看，我问一下嘛，星期五再来，好不？可以去马路瑜伽，是吗？台研都染发，没有人守护黑发成功。可是我台研就染过了、啊，我台研就已经染过了那个鸟头了。X 战警小淘气哈。你的太严谨，好哦，对不起，亚麻色加皮一些了，只是弹了一点，那还说挺不好看，好不好？那超不好看的，超不好看的头发，还是不好看算了，然后发质看起来不好。我还染，我当然一开始不是染那个颜色啊，我一开始是染别的颜色，然后它退掉就长那样啊。我怎么一开始就染不好看颜色？
人好看就好。谢思琪。造型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试出来的，是啊。而且染头发本来就有很多变数嘛，你也不知道，搞不好这个人染这个颜色好看，这个人染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，所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谢渊来，你觉得我现在染亚麻应该不错？不知道，看是什么亚麻吧，不要再那个亚麻太可怕。当时那个当时的撒娇姐可以明。谢喽，大姐。还好这次染发感觉不错，有点神秘感。是迷，最新时尚大头贴，顺着链接，我想要看粉丝穿吗？不是已经有云爵大头贴吗？眼睛有点张开的感觉。天玉人，我等一下念排名哦。难得用这种挑染的方式，其实我不是想要挑染，我是因为想要渐层，我想要上面是黑色，下面才是全蓝，所以它其实下面的头发还帮我剪掉一点，然后上面因为不要是全蓝的，所以它没有全染，所以才会有挑染的感觉，对，对。没错，用鸟头节奏大头踢，我还不理你哦。谢玉，谢钟莹，谢玉人，不理你。好哦，染内侧没有，太阳下就会比较明显，黄光真的不明显，而且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染浅灰浅蓝色，所以不明显。我要念排名喽，今天的第十名是青湖，谢青湖。第九名是微积分大师，谢微积分。第八名是渊赖，谢谢渊赖，谢谢。第七名是保罗，谢谢保罗。第六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。哇，好的比赛！第五名是钟莹，谢谢钟莹。第四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三名是大健，谢谢大健。第二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一名是玉人。
看今天打包自己花，直接去做沙发最好看的领取。谢谢金鱼的第一名，金鱼人。嗯，哇，谢谢。辛苦了，宝宝。啊。睡太死了吧，奶奶。算了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，陪我聊天，陪我直播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喉咙。谢谢大家，奶奶，上班加油，礼拜五见，奶奶，奶奶哟、哦，奶奶上班加油，奶奶西兰娜宝宝，奶奶一凡，奶奶周怡，奶奶，奶奶微积分，奶奶阿兰，奶奶大姐，奶奶阿凯，奶奶仔仔。奶奶古早味，奶奶芋人，奶奶柠檬，奶奶樱桃猫，奶奶圆，奶奶阿北，奶奶思琪，大家拜拜。Oh.